哇，外面冻到飞起来，都下雪了，赶紧脱衣服。那您气这样的，你这么冷，叫我脱衣服，供暖了。室内27度，爱脱不脱？好的。哇，我衣服湿透了。你进门是妹斗是吧？那瞧你这话说的，冬天靠抖取暖是我们南方人的技能啊。我每天都在抖啊，没抖。这样抖，淋的淋的。哇，像 popping 咁样啊。好感受，我晾衣服。喂，正好了，帮我晾埋啊。就扔到暖气片上，简单。呀，是人吗？你们抄的？我都是晾在外面的。啊，现在整个学校外面就晾着一件，是你的？嘘，现在不是。哇，他看起来比我的命都要硬，必须的，会结冰啊！咦，那廖廖是不是也会？是。喂，不如谢邀，我丢不起这人，而且我得上晚课了啊，还没吃饭呢。哎，我那你吃不了了，饭堂准备关门了啊！下午6点就没饭吃，我的广东饭堂开到9点10点了。大哥，冬令时，这里4点多天黑就吃晚饭了。哎呀，完了，哎呀，没饭吃。哎，乖儿子，别怕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超市购刚入的海底捞自热火锅，爸爸，我也要买。左滑进抖音商城，或者直接点击评论区，就能一键购买我的同款。超多爆款零食好物，在超市购都压到了全网超低价，还有官方的正品保障。不愧是你呀、啊！知道你不习惯，再坚持2个月，马上寒假了。你都期限的，我不是1月底才放吗？咱东北一般过完元旦就放假了。啊！一个幼儿园就过来读书的，哎呀，还乐呢。到时候别被安排寒假回学校扫雪，贼麻烦。哪里可以报名啊？啊，我可以付费的。